被夜风压得喘不过气的老 K 大门终于爆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夜风打老 K 的对决啊！大家发现夜风好像现在换了阵容了哈，开局一下子就把这个八神药压进板边。夜风用限制模式哈、打老 K 好像行之有效，哎，这次也是没有踢中，再次推进板边，哎，没有钢系列，好，再推，再拍，再推。好精准的注词闪身过来，还是没有任何效果，还是得被压制啊！布防很厉害哈、直接打死。好，看二发大柱怎么打，抱起来，推倒，小CD推注词，哎呀，摸一下都被推，太难受了。啊，你看他这个反摇臂的话你还不能刚，这个是打晕了呀。夜风限制模式啊，打老 K 好像效果真的挺好啊，那看老 K 以后如何来破解啊。好，踹一脚，太近了，这个推波掌推不出去啊，再踹。好， AB 过来刚倒在地，没气了，好，赌中一个 AB 抓正吧，捡吧啊！我不捡，你受伤，我刚好再抓你，再震死。叶枫有时候经常猜不到老 K 要出什么招哈、他以为老 K 会捡啊，想受伤。如果老 K 这个时候捡的话，那肯定完蛋了呀。但是老 K 还是很冷静啊。刚，好，跳低抓，然后 bug 震了，跳。好，重拳倒地，完犊子了，蓝之山。然后，哎，安全跳吸，可以的啊，直接升龙打不到啊。老 K 把对手压板边哈、他很少去折这个逆向的哈、好，生杀。漂亮，这一下呢，一个复合指令抓哈，再踹一脚拉后，哦吼，来了，抓头之后刚好命中啊，一个近地的必杀，正气有点慌张啊，不敢压，很血，好刚，怎么说？怎么说？漂亮哈、跳低抓到反三。关注修修，不易走丢。